单身吗？单身。嗯，对。那我们有隔空对唱的游戏，想请你参加，有没有兴趣？我唱歌还算是专业的吧。我喜欢。一个人去吃饭逛街，我还以为是原唱，他的意思很对。如果快乐能被识破就好了。男孩子喜欢的声音。我总是一个人，从午夜到清晨。我总是一个人，越来越难抽身。是欣赏我的笨，看我奋不顾身，在爱里跌撞出满身伤痕。我总是一个人，从午夜到清晨。我总是一个人，越孤单越认真。希望自己可以跟残忍中不怕疼。感觉她应该是一个长得好看、长得很甜美的小姐姐，是个很认真、很乖的人。那你会期待见到她吗？挺期待，可以见一下。OK， 那我们让你见一下好了，但是你要带上我们的小道具。什么东西？这个吗？可是这个真的一定要这么带吗？有点丑。然后现在你可以去星光桥找那个男生。一个人去吃饭，这上面吗？他在哪里呀、啊？小恶魔在哪里？他不会躲在那种找不到的地方吧？是在那里吗？小恶魔在哪里啊？不要让我失望哦，小恶魔。哦，我看到了。这种小地方，你们走开一点点，这样看不到我的脚吗？你能躲开一点点吗？我就假装在这里休息的人。是欣赏我的笨，看我奋不顾身，在爱里跌撞出满身。哇，他好高啊、哦，怎么办？我直接过去打招呼。是他吗？哦，小恶魔。喂 ，Hello。真的看上去好高，我心里好大压力啊！叫探，我叫 Lucky。见到 Lucky 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？异域风情吧，觉得很乖，很干净。跟你相处的男生的身高有要求吗？跟我差不多高吧。就是现在我先单独跟你们聊，你觉得十分满分的话，你会给阿探几分？九分吧，还有一分就是潜力分。你们会有接下来发展的可能性吗？你觉得？我不知道哎，十分满分，你给 Lucky 几分？一毛。哎，终于用上这个梗了。觉得你会不会跟他有继续交往的可能性？他九四年，所以九四年你会介意吗？一般来说，这边孩子九四年家里都催婚了吧？如果你们给双方打分都在七分以上的话，就算配对成功了。你们现在要壁咚。壁咚啊！哇塞，当然是我被壁咚了。没有没有，我壁咚他的。壁咚十秒钟哦。OK， 准备可以了吗？你们刚才是不是没有看对方眼睛？我有，我全程都在看他。看了下巴，感觉他下巴好看吗？好看。人生第一次就有种霸道总裁的感觉，有点爽。哦，我觉得他很真诚，壁咚都看得出来很真诚。现在我们拍张合照，好不好？我总是一